只有爷爷一直闷闷不乐，也始终没有夹过一块猪肉。从那以后，爷爷就再也没养过猪，吃过一口猪肉了。您现在收看的是抢救生命的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现在发给各位的是药师佛的咒卡，好了，做成有一点立体。那经典都会说，只要把这个咒带在身上，或者让别人看到，就把药师佛的本愿功德布施给对方。那所以站在一个修行者的立场，身上最好能够佩戴，就像戴个念珠一样，很多这种能够利益众生的这些咒卡、甘露丸、佛像。所以当然很多人拿这个都想说，哦，这个可以保护自己。事实上很简单，怎么保护自己？你想保护众生，自然保护自己，这个是最重要的思想啊。所以你希望发财，那你就多布施帮助贫穷人，那就是你发财的因嘛。不然你怎么努力也没办法啊。就像各位正在做这个我们叫欧洲地区最大的宴供啊，而且到现在连续三天四天呢不间断，这个是创造历史的啊。因为你要到欧美地区想做几乎很困难，没办法。所以这次算因缘很好，所以能够在这边做这样的利他的功德。那我们修慈悲心的人就是这样，就像观音菩萨的甘露水，它不间断的在滴，就代表用这个甘露消除众生的热闹，叫火焰化红莲。所以我的师父常给我做一个比喻啊，他说这个世界就像一块烧红的铁板，所有的人包括动物脚踏在上面马上被烧焦跳来跳去啊。所以如果你能够洒甘露水，哪怕一个地方不要间断，至少那一块叫清凉地。所以让有缘的众生至少能够离苦，但是这个水不能间断掉，所以慈悲不能够停止，就像呼吸不能够停止一样。当然我们只是透过外在的来修慈悲心，那当然这些外在的是一种功德力，因为你放生，所以你就可以布施给别人长寿无病。因为各位做烟供，那所有烟供的功德马上透过你的存在呼吸可以布施给对方，只要你保持一个利他的心。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所有诸佛菩萨因地修波罗蜜，做种种种种的布施持戒忍辱，
昨天各位听湛江法师讲，这种波罗蜜，一切都是为了对方，也就像个形容吧，爸爸妈妈努力赚钱都是为了给儿女，啊，一个女生努力的化妆，那就希望她男朋友快乐。那这种利他的思想，完全无我利他，所以你要得到自己的利益，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念是帮助众生，就是成就自己，啊，这是自然的果报。那我想大乘佛教，各位也不需要研究的太深或是浅，只要保持一个利他的菩提心，这是重点。啊，利他的菩提心就是一切为对方想，但是这个利他有一个基本叫冤亲平等，啊，所以没有分别的，你骂我杀我，对你好是我该做的。所以为什么要修空性？这个空就是没有分别了。只有感恩的心，就像我们早上在吃饭，那就像我们这几天住在这边，这些工作人员也好，啊，这些天气也好，一切的助缘都在成就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功德。当然，这样子的功德更要回馈布施给他们。所以佛经说，我们在这边修行，外面的这些鸟，保证他们永远脱离三恶道。因为他们只要飞过来，甚至各位还慈悲给他们吃点面包饲料，这叫什么？念一下，吃即解脱啊。然后那个烟呢，来闻即解脱。那那个经幡呢，啊，见即解脱，啊，接触得解脱。因为那个风，所以各位每天早上看到那个水，你要对那个水念咒，大悲咒，跟水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叫。各位带着咒语里面就是说水加持不修成佛咒，所以各种的功德力咒语融入在这个水里面，所以这个水透过这些鸭子碰到这个水，鸭子飞起来到处去撒甘露了，透过这个水，太阳一照下去的蒸发的水蒸气让吸到的碰到了的离苦，这个叫大乘的思想。水也好，树也好，烟也好，声音也好，风帆也好，像他们在做那个帆船有颜色的，那你马上要观修嗡啊嗡，就是心灵的力量，把你所修的功德融入在他那个布帆里面，当他们在做帆船的时候，风就在吹。所以有时候放生也很重要，放生为什么要为这些鱼念这么多经典咒语三皈依，这只鱼就是三宝弟子，它有三宝的力量。这只鱼游到哪里，那就把佛的力量带到哪里。甚至这只鱼被人抓了吃了，吃的那个人都还可以消业障。所以，那学大乘佛教就是要让花草树木、世间的一切、所有的人，我想就像我们各位在这边住九天，早上我们。简单的禅修虽然有点杂乱，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你一直在转化你自己了，啊，所以你的身体变成一个功德，所以那佛教我们，那你要让这些功德能够具体在你身上，那你最好佩戴每一个佛菩萨的陀罗尼，啊，所以每一尊佛都有他的咒轮，就像各位去印尼的波罗夫的佛塔。那是一个大坛城，就是这个意思了。好，我这样用中间、旁边啊，所以比如说往生咒，中间阿弥陀佛，那每一个字咒是一个塔，这个每一个塔代表一个，因为每一个咒代表一个功德、一个利益，那么很难的呢，这个就是一个坛城的意思。那如果能够在地方上造一个佛塔或坛城。所以整个地方上帮助不可思议啊！所以那人如何成为别人的塔啊？那你就带着咒轮。所以经典说，一个人身上就算带着六字大明咒放在身上，然后他的细胞都在转化，他的声音来自走过他身边，看到他的影子，听到他的声音，跟他握个手，都得到六字大明咒的加持。所以为了利益众生，各位要有绝对的信心跟慈悲啊！
所以当然做成这样，年轻人很喜欢，因为你叫他可以带他手机上面，为什么要带钥匙咒？可以发财，可以消灾，可以衣食无缺，等等等等等等等啊！所以但是又做得要庄严，就叫他回去贴在苹果上面啊。所以苹果手机上面那个苹果，这才是大苹果啊。然后呢，对方讲电话的时候，这个电话就变成在念咒了。有太阳的时候，你一定要让它反光一下啊，这个光一射出去，所有众生都可以得到利益。当然你听我这样讲，你相信，而且你有悲心，所以你就很发喜啊。所以我经常跑来跑去，有时候在国外，很多人碰到师父，还有没有我带你那个带两年都快脱皮了，有没有新的啊？我都觉得这个人真是菩萨，你带了两年这样这么在乎他，你知道你在随时利益众生。所以利益众生有很多方法，但是最主要是你有那个心，这个功德，因为你有个悲心，它产生很大的力量啊。那就算你没有悲心，咒跟塔这个圣境你完全不相信，就像一个佛塔，一只鸟无记业，它根本不是要不知道，它只是飞过去去乘凉一下，找有没有东西吃，就这样可以脱离三恶道了。这种咒有这个功德，所以不限得你要修，那你只要让对方看到。所以我想我们在转经幡就这个意思啊，转经幡它这个风，每一个经幡就等于观音菩萨的舌头，每转一遍等于念十亿遍。念一下药师经、普门品、地藏经、阿弥陀经，这样合起来40亿遍啊。所以各位，如果你有这个相信，有这个悲心，哎呀，房子烧了你都还在灰啊！啊，房子烧了没关系哦，借那个烟做烟供哦，啊，布施哦，跟我爸爸一样。我爸爸往生的时候，我之前就跟他提过，我说爸爸，你往生的时候呢，我在你的棺木里面一半放药，一半放食物，把你的身体做烟供这样。啊，我爸，这样，啊，他只跟我说，你不要给我埋在山里面，一年再来看一次。我说我不会，啊，我会把你骨灰带在我身上，其他的放在我寺庙，所以我身上永远带着我爸爸的一个骨灰，啊，因为对我来讲，不是对我来讲，是我们每一个修菩萨道人，念一下，父母为首有情重。所有的利益众生感恩是来自于父母，对父母的孝顺。所以各位过几天要受菩萨戒，孝顺名为戒。佛陀亲口讲了，以孝顺自己的父母，而了解了原来轮回的众生没有一个不是我们父母，而称为而对所有的生命孝顺报恩。希望他离苦叫悲心，希望他快乐叫慈心，把这个慈心悲心成为你生命的愿力承担，叫真上意了，所以你就可以发起菩提心。那各位要永远的这样做。所以我去泰国，我觉得泰国人也很好，这边摆佛像，这边一边挂爸爸一边挂妈妈，啊，所以我们叫皈依三宝，缅甸泰国人叫皈依五宝，念一下佛、法、生父母、师长，啊，这是一个最好的社会教育，父母、老师，啊，三宝，所以那这个永远他们放在身上，顶在身上，啊，所以我想我们做这个也会做很多种，那现在又加一个盒子，就是老各位可以送给别人，那这个如果你在我们大陆做，那太便宜了。啊，我们在台湾可能做一个，可能叫这样做一个，好像一块钱人民币吧。那你要去内地做，一人一个人民币可以做五个，啊，所以这样以后就可以跟众生结缘。所以你要讲免费的，那更是有力量。不过有些人就拿了，不错，就开始卖一个、
20块人民币，再加一个海涛法师加持过，变50块。啊，就像我们这个瓶子，我们这个瓶子有人卖很贵的，在网路，很多人跟我抗议。啊，方面还有我的相片，啊、还要指定黄色。啊，我师父说还好了，还有一点被利用价值。啊，那愿意买的人是一种信心，只是卖个人还有点造恶业了。啊，所以当然我们会劝对方。好，那各位的，现在我们要来念不一样的烟供仪轨，因为有不一样的加持跟传承。那每一种仪轨都是不一样的祖师他所写下来。那现在外面正在做着啊，连续今天到第四天，希望这个烟供，我们做烟供到今天这几年已经做了，到昨天为止19200多遍。赶快念随喜功德，你一定要随喜，因为你随喜这个功德100%变你的，各位养成这个习惯啊。所以你只要看到哇，这个人长得这么帅，随喜功德，对不对？这个人长得这么健康，随喜功德啊。这个房子好不好看，随喜功德，以后你家客厅就像这样啊。这个，所以佛陀说自己做的功德要回向给对方，还没有做的功德要发愿，别人已经做的功德要随喜，这三个背起来啊。这个是你积功德最快的，因为你自己再多的钱你也没办法盖几百间佛寺啊。但是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你看到就随喜啊，所以还做供养，那这样你就每天在累积广大的功德资粮，因为广大的功德资粮你才可以回向给众生，而且呢也可以成就自己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34页，那这是一个标准的仪轨，所以一开始是皈依，再来各位用这个土地，要尊敬这个土地啊。各位点灯的时候要念嗡阿哄，也请火神加持。就像各位在家里煮饭，我们中国人还好会拜火头、火神君、少林寺的护法大圣紧那罗王菩萨就是火神君。那我们中国人佛教叫兼斋菩萨啊，福建人叫赵公，对，赵君，那就是火神。用水要感谢水神，用房间要感谢这个啊护神，踏到土地要感谢土地神。虽然我们学佛了，不是说不拜神不皈依世间神明，但是感谢他啊，而不是说我今天拜佛了，我不管地基主，你不管地基主，不管城隍爷，这下你会很惨啊！你那边做个烟供，你不尊重这个土地，他会反弹你的，他会造成很多的你生病的或是各种的障碍。所以我们在湖里面做功德，感谢这个湖神、水神，同享功德，感谢这个土地神，感谢这个火神，感谢太阳神。所以要感谢太阳神，各位会不会啊？缅甸人说观想太阳在楼上面拍掌10下，开始，1、2、3、4、5、6、7、8、9、10，大家发财。因为没有太阳怎么发财呢？啊，你种果树的人都问，所以最重视拜太阳神。所以太阳神的护法将是公鸡，对不对？所以不能吃鸡肉。啊，月亮的护法神是谁？兔子，所以要尊重兔子。兔子是我们释迦牟尼佛显现的啊，所以意思是说，每一种动物、每一种植物都有它的守护神，都有它存在的必要。那学佛的空性不是没有，是我跟万事万物合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是我存在的助缘。没有太阳，没有水，没有空气，啊。没有一切的存在，我们没办法单独生存，所以没有单独的存在，所以叫你讲诸法无我，所以一切的存在
都是像现在的网络一样，所有网络都牵扯在一起，这个叫诸法，一切法都是因缘条件种种组合，诸法因缘生。那也因为诸法因缘生，那每一个法都在变动，所以这个世间一切念叫诸行无常，所以一切都在变动，一切都在互相影响，所以没有单独永恒存在的，没有。所以这个世间一切无常无我，因为无常所以苦，因为无我所以空。那各位一定要去思维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早上的禅修它只是一个止的禅修，就是让你专心吧。那最主要是会的禅修叫观，你要去了解无常是什么，你体悟无常，去体悟无我，体悟这种众生跟你之间的恩，深深的让你感动，有感动变成行动，变成愿波罗蜜、力波罗蜜，啊，那你要去实践，你要去实践，实践什么？来，念一下，爱世界，爱众生，啊，各位要不要谈恋爱？这个才是爱啊！真爱是幸福的，自私的爱是苦的，啊，所以各位女孩子，女孩子的生命就是感情。如果女孩子可以把感情变成慈悲，个个就变成这尊了，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男人有意志力，把意志力变成度众生的愿力，要变成地藏王菩萨。所以修行是一种提升，提升，它不是归入哪一个信仰啊，是你把自己的念一下，把感情变慈悲。把知识变智慧，把意志变愿力，这个叫什么？人格发展啊！人格发展的圆满极致就是佛的状态。所以佛是人成就的，但是佛代表没有了各种的缺点烦恼，一个没有缺点烦恼的人才可以成佛。所以佛是保持了解觉醒的状态，这个就是各位在念心经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当你在实修这种甚深看到真相的，可以自利利他解脱的这种智慧的时候，那各位必须保持在这个状态 ，ing 保持在这个状态啊。所以说，证入空性佛的状态是时时刻刻保持在觉醒的状态。所以我们叫念一下，睡觉的佛，醒来的众生在后面，啊，觉醒了。所以每个人都有觉醒的能力，这个跟宗教没关系。只是你要去做事情，有牵涉到社会，牵涉到世界，牵涉到人。如果你没有觉醒的能力去做，你的力量越大，造的业越大。所以在《人王护国经》里面写的。没有正的空性，不敢做皇帝，啊，不敢做那种大影响力的人，不然呢，造的业越大。所以不管要做什么，但是现在的社会，你要赚钱，不管做什么，你一定要跟众生世界有关系。所以这个因果教育、佛法的教育，变成这个社会最重要了。所以各位刚刚有听我念到人格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开学校，如果开佛教学校，没有人来读。要改个名字，人格发展学校、生命教育学校，啊，所以我去学校演讲啊，师父，我们这不能传教 ，no， 我讲的是生命教育，教小朋友如何孝顺，如何尊敬于老师，那这样可以，来来来，啊，就像各位昨天湛江法师有带各位念这一本的，里面有个因跟果。啊，就告诉小朋友为什么会孤独，为什么会有钱，为什么会漂亮，那个因跟果。那我想讲因果是最符合科学的。你要喝咖啡，那你一定要倒咖啡粉加糖加奶精，那叫咖啡。啊，你要倒茶，有之前的茶叶跟热水才有真正的茶。这就是因缘和的因跟果，这个跟宗教没关系。那你要得到生命的快乐。你要人格发展，去能够服务众生，人生以服务为目的，那你一定要懂得佛法觉悟的方法，
所以一个觉悟的人叫佛。那我想每个人都希望有这个光线来消除黑暗，看清楚再去走路，就不会走错路，有这个意思。好，所以大家升起大悲心，我们现在正在做大烟供药供，我们希望整个英国、欧美地区、整个地球地区、整个法界地区，各位，再念是念头到哪里，力量到哪里，一切为心造啊，真是如此啊！妈妈想儿子，儿子耳朵就会痒啊。所以人的念头比卫星频道还快，但是如果你的念头意念的整个世界，那个地方就会改变，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一直在乱象。这个世界叫什么？来，五浊恶世，没有真理啊！报纸打开都是相对的、暂时的因缘而已，他讲的不是真理啊，对对错错。所以，但是问题是在这种的现象的本体都是真理，只是他们没看见。如果你把他告诉他，现在这个花不是佛法，但是懂得佛法以后，花就是佛法。你讲一叶一世界，一花一如来。这个叶子是从世界来了，这些太阳啊、水啊、矿物质啊，种种才有这个叶子了，对不对？一叶 一世界，所以离开世界，叶子不存在。这一本书就是世界，所以因为树木、纸浆来自于这些太阳、这些组成，纸浆透过人力，种种种种，终于有这本书。所以这本书等于世界，世界等于书。啊，一花一如来。那进一步讲，对有情世界而言，人喜欢花，所以那每一个花，它本体是空性，显现成利益众生，所以每个花上面都在供养一尊佛一样，所以那众生都可以成佛。那我想，如果你用佛法来看花叶子啊，所以那一切都变成改变。所以我想学佛并不是去改变别人，你就改变别人，我希望你不要发脾气，那你会很痛苦啊。学佛是用爱跟智慧去感动别人，就像佛陀，他从来没有跑出来跟你讲说你学佛啊，那是光看到他的相，佛陀的悲心就在改变你，佛陀的愿就是希望你成佛，这是他的生命。所以你只要一直念佛，就在接受他的加持，加持就是改变吧。因为他的愿力，佛陀有三个力量，念一下：大智慧、大慈悲、大雄力、大智大悲大力。啊，那我们就是要圆满这三个力量。刚刚念的，把知识分别的知识，各位很会读书，变成智慧，对，把我们很深厚的感情变成慈悲。把我们的意志变成大愿力，所以叫大智大悲大力。那人就具足这样子，所以那你用这样去看待整个世界，那这个世界越不好，你的力量越强；这个世界越黑暗，你的这个光就越亮。所以变成努力没有压力。你讲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哎呀，菩萨在度众生，就像清凉月一样，不污染，常游啊、这些月亮生生灭灭，但是呢，常游毕竟空，不断的影响世界，但是呢，却一点都不执着。那我们学佛就是希望变成一个莲花的人格，变成一种佛菩萨的这种思想。所以你必须一转的串习，这个叫禅修。所以各位，你打坐，那叫观想。我现在变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在做什么？观音菩萨能够利益众生，来自于观自在，来自于学习倾听，来自于眼睛看的哪里需要我帮忙，来自于这个手一直想要去帮助众生，而且帮助众生里面的眼睛充满了正确的动机，不执着跟悲心的动机，而且拿着各样的法器。而且观千手观音有六层，为什么六层？
深入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所以整个天所千眼观音菩萨就是大悲观音，就是大悲菩提心的展现，而不是真的有一尊千手千眼，你会吓死。他是表法而化成这样子，啊，依他的功德而显像。那你要从观音菩萨去看到这种大悲菩提心的像，就是这样。所以，凡是有放大悲观音菩萨的地方，绝对没有魔障，而且能够马上就升起大悲心，因为观音菩萨用这个像升起人家的大悲心，因为大悲心就是他那个像。那如果各位愿意去研究这个，那你会觉得，那你会重新去看待世界，那你会后悔过去的，但是过去成为我们的助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没有错，怎么会对？啊，所以老师说，我的师父常跟我说，像我们比较积极的人，都是因为做了很多坏事的人。比较积极的人，就是准备下地狱的人。但是你唯有积极去帮助众生，你才可以超越自己的痛苦。所以你要戒毒，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帮别人戒毒。大乘佛教自为度先度他，你努力的去帮助别人，你就发觉你自己超越你自己了，啊，断除你的烦恼了。所以一方面利他，二方面要能够自利，这个叫波罗蜜。透过布施，不断的布施，那你才能够把你的私人财产悭贪吝啬把它断除掉，叫布施度悭贪，啊，不但可以消除自己的烦恼。又可以真实帮助别人。好，34页，那大家就要这样如实观修，皈依三宝、护法神乃至戒谛，发菩提心，升起对所有众生的四无量心。这个加持咒也很重要，每念一遍加1亿倍，不是1000万啊。所以这些水变1亿倍，地上的食物给动物吃变1亿倍，那些烟供变1亿倍，点的灯供的水。乃至我们做的各种功德，包括禅修、受戒，都变成1亿，乘以1亿，再乘以1亿，这样才能够广大利益众生。让样卡就净化，用水，啊，用空气，用火，那才可以把它燃烧，叫让样卡，叫金刚水、金刚风啊，金刚火，然后来加持我们的。所以各位，你点灯要念让样卡。你点一支香也要念燃阳康，所以你现在看到哇，阿尔卑斯山好美哦，我们五台山那个野花很美哦，啊，甚至各位去看到哪里下雪好庄严啊，这些都一直要哇善哉供养诸佛，不但供养诸佛，诸佛加持，把这个美融入到苦难的地方，地狱都变成这个莲花池，啊。那些砍人杀人的这些武器都变成最好吃的面包，啊，就是你可以转化它，所以这个供养仪轨，各位多练习。什么叫普贤云供呢？就像我们今天做烟供，这种永不间断的在利益众生嘛。普贤菩萨就是众生业尽我愿来尽，它是不间断的，啊，永远的忍辱负重的。普贤菩萨是做白相。白就是白相，代表清净，而且呢忍辱，而且永不退转。所以你要成佛，要有观音菩萨的慈悲，要有文殊菩萨的智慧，要有地藏王菩萨的愿力，更要有普贤菩萨的这种精进不退，啊！所以那四大菩萨各位都要学，而且各位一定要去四大名山啊！你不要说哦，完了我知道道理就好，那个。佛菩萨在那边等着你，要加持你的，啊！这佛陀留下来的舍利子，乃至八大圣地，各位你都要去朝圣。印度八大圣地，中国四大名山，好不好？去完了举手，还没几个呢，忙着赚钱，这个要去跑啊，要去得到加持。你不到文殊菩萨的五台山，你不知道空性是什么。你一进去你就知道，哦，这个叫空性啊，为什么？清凉，没有烦恼，啊，所以你会有那个感受。
虽然社会污染在旁边，但是佛菩萨的力量还是在啊。就像你去普陀山，你会觉得哎呦，这些人怎么在吃鱼，不然你怎么会慈悲啊？啊，慈悲就是看到众生受苦，你自然升起悲心，所以观音菩萨会留在一个杀业很强的地方啊。所以愿力不退转，要像普贤菩萨一样这么高啊。所以到峨眉山比较高，五台山比较清凉，那这些都是佛菩萨显为我们选好的道场啊。那这些道场，各位到那边去得到加持，那时候佛菩萨会显现在你周围的人，只是你不知道那个人是地藏菩萨，你不知道那个人是文殊菩萨来示现的这样而已。所以把这个上供的功德要回向，甚至要为他们多做一点甘露烟供等等，来回向魔祟不多。不多就是鬼的意思啊，魔会攻你的心，烦恼魔啊，欲望啊，祟鬼鬼祟祟会伤害你的身体，所以那是破坏你的财产，叫耗财鬼、多病鬼、凶死鬼、自杀鬼啊。自杀真的是有自杀鬼，不然一般自杀不了的啊。所以他就会策动你去做那个动作，然后呢要对他们做布施回向。然后佛教解决事情的方法，念一下：血不能用血洗干净，唯有水，清净的水可以把血洗干净。恨不能消除恨，暴力不能消除暴力，唯有慈悲可以化解暴力。各位要永远记住，你成为一个佛教徒，千万再不要用你的想法啊，用自己的想法、看法、心机去处理事情，那你就没有皈依法啊。看到毒蛇怕它，想要打它，那毒蛇反而咬死。毒蛇就是因为他们畏惧，有嗔恨心，怕人家伤害他，所以他有毒牙。那很简单，你对他修慈悲心啊，对他修慈悲心。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看到一只眼镜蛇，然后呢我就去请居士说，你家有没有蛋？我说有，赶快拿一个来。然后我就跟他眼镜蛇，哎，眼镜蛇不要出来哦，你到后面去哦，等下这个蛋我拿给你吃哦，你不要去吃老鼠哦啊，因为你不要被看到哦，被看到你会被抓哦。因为在我们恒春啊，你看到眼镜蛇你就可以赚100人民币的大概那个钱，你打个电话人家就来抓，然后你就赚了这个钱啊。你赶快跑啊，以后不要出来啊，因为他出来就是找食物啊。所以因为我们厨房里面有老鼠啊，有老鼠味他最喜欢了 啊，所以就你要跟他说。那跟他说以后，那只眼镜蛇看我一眼，然后嘴巴打开啊，那个就像跟我打招呼一样，因为他的眼神是在笑的啊，他就走了，这样以后不再出现了。但是我要告诉居士，哎，一段时间记得帮我买蛋啊，就放在那边。他每次问，哎，师父真的没蛋了、啊？你才知道啊，他会来吃的，他就变成我们的什么？你想地龙护法。所以各位，你不要随便杀蛇啊！你在这个地区看到一只蛇，那就是地龙。昨天听湛江法师讲，地龙会来受报关斋戒的 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喜欢放那个杀那个大蟒蛇啊，啊，是最可怜的。我们在马来西亚一直抢救，一直抢救，太便宜了，一公斤才4块美金啊！所以20公斤就可以买一只大蟒蛇啊。那你就可以让它回到自然生态，因为那个是地方的龙神、龙王，水有水、水龙王，土地有土地龙王，天有天龙，这个不能伤害的啊！每一个菩萨都做过龙，再来做菩萨的，就像关公一样啊！所以很多佛菩萨旁边都有龙的形象，所有的神旁边，你我去神坛都一定有两对龙，整个泰国佛教都是龙在守护啊。所以他们的桥都做成龙的形象，那我们要对他们供养布施，他们护持三宝。所以我们念一下
这样做可以解脱一切恶缘啊，伤害你的、迫害你的、生病，包括地方上。现在我们昨天讲沈阳正在发生这个猪的非洲的疫情，100%死掉，而且它的细菌在人体上，在其他猪身上可以留3年，灭不掉了。不小心走到哪里，那边又有一个猪的传染病了，一下就全部死了。结果为了如此，他们把所有的猪，我有看影片，他们现在很多居士会传给我看，然后呢，所有的猪用大卡车载了，挖一个很大的洞给它丢下去，然后赶快埋掉，对不对？啊，活活给它埋死，这是没办法，恶性循环。好，所以我们来发挥功德，回向所有被屠杀消灭的猪。那澳洲最近在灭兔运动，用炸弹去炸，因为太多了。澳洲有100亿只的兔子，野兔啊，所以造成他们很多草都被吃掉了。那怎么抓？请当地老百姓去打，来不及打，来不及它繁殖啊，这么大的杀业。那政府说用那种激烈的手段，土制炸弹放了很多，一直炸啊。别人的地方浅层的炸，因为兔子是埋在浅层而已，但是很可怜啊。而且炸完以后，他们还要排着很多蒜，炸了几只啊，整个已经消灭多少只，但是这是没办法。来法会功德，持戒功德，我向所有被屠杀的兔子，嗡啊嗡，嗡嘛呢呗咪吽。所以各位，报纸打开，资讯打开，你就是要修慈悲心了，不是在看八卦了。但是你也不能说哦，我在修行，我不去关心这些，那你修行要干嘛？修行就是要做这些的。所以特别我们在下施的时候，各位要多观修痛苦的众生。所以我身在台湾，台湾的政府也好，公家机关也好，市场也好，不管他们做什么事，连拍部电影都要做这种上供下施啊，特别是搞赌场的人，他搞得越大，他烧得越多，因为他认为赌是一种运气啊。如果对这些鬼神做一点供养，这个就开赌场的不容易输啊。所以台湾人变成一种习惯，家家户户只要重要的事情，他就在门口烧金银纸啊，拜一些饼干呢 啊撒一些米酒啊，甘露水，他们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啊。所以特别台湾最大的这些高科技的是每一个都拜的，因为他们你技术再好，你再仔细，你这个没拜好一下就出问题，因为这个世间不是人的世界啊。所以我们中国最大的法会在古时候叫护国习斋，对不对啊？祈福超度水陆空大法会，这是从中国历代皇帝来的，特别是梁武帝、东汉明帝这些啊大皇帝都知道，今天国家要祥和，无灾无难，那的皇帝要出面。只是很可惜，现在这些这么殊胜的法会变成一种商业买卖法会啊，为个人有钱人来办啊，而不是为了整体国家、整体世界啊。所以各位，我们这次来是不是水陆空大法会啊？天天忙啊，因为我们要回到英国来报恩呐、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外表是汉人，过去是我们是英国人，就算不是，那我们要为整个世界努力。所以一个发菩提心的人，不管住在哪里，那整个地方得到利益。所以我们在这边9天，天天带各位做。各位可以把我们忘光光，不要忘了做员工，因为你可以在你的地方啊，每天晚上就邻居就看你倒一瓶水，咕噜咕噜咕噜，你在倒什么啊？功德回向，滴水功德啊，一下水一下灯。英国人非常好，他们在门口晚上会有放一个灯，玻璃罩罩起来啊，特别在晚上点一盏灯，功德太大。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很孤独啊，永远整个世界就他一个灵魂很孤独，然后心里想他的爱人，想到心脏要裂开，然后又没得吃，又没衣服穿，又冷，
然后呢又很孤独很可怜的，这个叫孤独地狱。所以那你只要点一盏灯，这些孤魂野鬼马上就失去孤独感，看到他的家人。而且我们又给他念 Om Panta Aludeya Hong Ho 阿弥陀佛，透过这盏灯让他看到极乐世界，他 不可能不去的。所以各位啊，虽然我们做的小小，但是这个社会行菩萨道的人是少数。为什么？各位你要累世有福报，不然你没不懂得菩萨道是什么。这些菩萨都是孤独的，伟大的菩萨都是以孤独的默默的在那边利益众生啊。所以你就做你该做的，念你该念的，你的身体变成佛菩萨啊，然后每个人看到你走过你，就像各位你坐飞机要记得怎么做，坐飞机那他们都坐好了你才进去，进去的时候你开始哦妈你，他们都会看你的，就像我这个样子他们不能不看我的啊，出家人呵呵，事实上我正在观修四倍观音啊，所有的功德不是见到我的人，因为你必须这样修啊，这部飞机有你，飞机才不会掉下去啊，这些人才可以消灾，这个人这些人的身上所杀所吃堕胎胎啊吃的肉才可以超度啊。所以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不分在家出家，本来就要这么做，在每一个地区，在人多的地方你就要去参与，你不要有孤独感，因为他需要你站在那边去为他们做功德啊。所以我讲一杯水都很容易，所以每次我们去机场我就买一份好吃的汉堡啊饮料啊，并不是我们要吃，开始一直修了啊，修完以后没有吃，或是送给人家，或是那管理员来了说哎这个不吃，对不对？飞机上也一样，有时候晚上没吃那份素食还是要叫来，会开始比吧啊。所以为什么袖子那么长比人家不知道秘法所以这样啊，那有时候是故意要让人家看隔壁那个有善根比给你看，然后你就问我在干嘛，我在跟你解释啊。所以那这个就是菩萨道，所以菩萨道你不能有依赖，如果你这个人感情脆弱，一定要别人在你身边你才要做，那就很难。菩萨道是一个修空性的，修孤独的，默默的整个非洲大地5亿人，就你一个人在那边，那你要负责；整个欧洲大地也是5亿人，就你一个人，那你要做。每天为他们做念大悲咒、心经、上供下施、点灯供水，整套服务要来疗愈这个世间。整个世间，透过你不要怕一个人而已呢。问题是一个人有菩提心。大过十方世界啊，菩提心的力量功德比1000亿的太阳力量都还大，以菩提心布施几颗饭超过供养所有佛所有法所有僧的功德。重点是你要用这个菩提心，或者德烈萨修你讲嘛，来用大爱做小事，记住啊，我今天交代各位，各位要做，从今天开始，不管你去住哪里，拿3颗米也好，一块饼干可以融化的也好，丢在马桶里面。因为经典有说，只要有茅房，一定有2种鬼，叫大小阴鬼。大阴鬼吃大便，小阴鬼喝尿的，很可怜的。这是他们的业，36部其中一部，所以36种鬼吃的不一样。所以，那你一定要放3颗米，然后放一点干净的水，念个。轰啊轰！辨识咒把它冲掉，这样这不是浪费水。那透过一个马桶，那所有的大小阴鬼都可以得到利益啊！这是慈悲，连上厕所也要慈悲啊！你排出来的也要念咒，你要是不会念，念的轰啊轰，转不清净为清净甘露，这样的意思啊！这个妈妈吃大便吃那么久了，难得吃一顿不是大便的好啊！而且让他吃己解脱啊，让他能够皈依三宝往生净土。那各位要时时刻刻一直对整个世界，这个叫什么，念一下大转法轮不退大悲菩提，不退大悲菩提，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三昧业界，三昧金刚秤。什么叫密秤？密秤就是不间断、不间断的空性大悲，不间断的利益众生，叫密秤。啊，密宗不是西藏的专利，唐密、台密、东密、藏密太多了。密秤讲的是心态，如果你有这个心态，你念阿弥陀佛是无上密。印光大师懂这个道理，如果你不懂的意思，那念佛就是念佛。如果你懂的意思，上班也是秘密，吃饭也是秘密，啊，都在利益众生。哪一天你修这个空性，修到一个阶段，你就大吃大喝吧，肉你都吃。为什么？度他们呢？这只有马上成佛或马上下地狱的份，只有你知道了，啊。很多人就听，哦，这样我可以吃肉了，好吧，你就下吧。因为你没有度他的能力，你吃他干嘛？你有度他的能力，你就要吃他，了解吗？啊，这个领导很有权力，会做坏事，赶快嫁给他。你可以转化他，因为他有影响力，啊，所以叫菩萨能盗、能杀、能淫，但是你还不到那个阶段，就不要杀、不要盗、不要淫。但你到那个阶段了，秘密的做，人家知道，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密部分在家出家讲的是心绪，你的心不离开空性大悲心、菩提心，在做每一件事情。所以，那飞机上不能做烟供怎么办？多吃一点，多喝一点，啊，因为透过你的五官，啊，透过你的内脏已经转化成味道了。啊，转化成力量了，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大烟供炉了，啊，所以吃的时候供养三宝三供，吃的时候消化下施众生，这样。但是你必须从这个相对的来修到这种绝对的力量，所以你任何状态都在修。所以各位，我们修菩提心修到成熟的人，你的头发都是功德，啊。如果你菩提心没修好，你死的头发还看到鬼啊！啊，所以你修菩提心修到一个阶段，你的骨头骨灰都是功德，你的衣服被人来讲是功德，这就是佛的舍利嘛。那所以连死亡都在利益众生，你的愿力都在利益众生啊！就像我们在这边做，各位要发个愿，我们大家难得宿世因缘集合在这边九天十天。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圣地了，这个圣地来这边吃肉的也好，喝酒的也好，烧烤的也好，小朋友也好，来这边划船的也好，飞来这边的鸟都一直在得到我们的功德。只要你活着，哦，什么叫你活着？只要你悲心还在，力量永远在这边。所以肉体是会死的，慈悲心永远活着的，这就是佛陀的生命法身常住。佛陀的空性大悲心菩提心，你只要有信心念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的生命力量就来加持了。所以我们在这边把这个地方做得很圆满，再过几百年，各位，这个地方可能会成为一个大道场啊，而这个地方会有很多法师，可能就是各位来投胎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就开始圆满啊。所以真是如此，我们在缅甸有一个世界最大的护生园，本来我们不是选那个地方，我们已经花了很多钱开垦的另外一个地方，结果缅甸也一位现在最出名的帮助这一次清莱十三个人救他出来的一位出家人，叫古巴文春。这个古巴文春真是大神童，他修南传、汉传、藏传念得比我们好。他去那边修完法以后，就跟当地人说，最多两三天就可以知道他们，就可以找到他们。所以一下两三天真的就找到了啊！所以古巴文春现在人家当作神一样。所以这个古巴文春，我们本来找了一个地方，然后呢他坚决反对，大家希望我们花这么多钱呢，那怎么办？那里面有一个大功德主说，不行，一定要听师父的。我说对对对，听吧。他就帮我们选另外一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很困难，那个政府的地三不管地带，金三角啊，金三角。但是古巴文春一讲，好吧，
去吧，就改成那边。当天晚上都没睡觉，开始开垦，因为明天有10万人要来参加法会啊。因为古巴文村一出现就10万人，啊，结果土地弄好了，开始开挖。古巴文村说：“为什么要选这个地呢？这里面有佛塔，一挖5个大佛塔在里面，啊，千年佛塔，哇，都是这些很庄严的佛像。”因为我们现在开始那边恢复佛塔，已经盖第一个，现在盖第二个，啊，那么这么的2000多一个啊，所以那当地的老百姓很尊敬古巴，所以做什么事我们都很方便，啊，那这个就是说他们有神通，但是他知道说这一块土地别人都不能用，谁也不能用，而且里面有很多宝石，很多人都要抢那块土地，抢那块土地就可以挖宝石。所以政府严格控制住，但是现在已经变成古巴文村加持过了的圣地，就没人敢动了。啊，那个地方变成没有杀业的地方，放生，现在盖佛塔，将来做佛事，各位以后你多一个地方可以去出家，啊，太大了，啊，所以在金三角，啊，所以我想各位这个这样在讲，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跳到这个地方来，这也是一个殊胜。啊，那无论如何，我们也感恩这些山河大地种种因缘。但是最主要，由外而内，真正的道场在你心里面。念一下，慈悲心、菩提心，才是我的道场，才是我的家。你要住在菩提心里面，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不执着世间一切，住在慈悲心里面。啊，那你这个才是道场。你走到哪里，散发你的魅力啊，威德力去影响众生。所以各位呢，你们回去以后，有些人你还是回去做你的工作，但是你已经外表是世俗，内在是秘密的在利益众生啊。透过这些，你可以，所以做个菩萨。今天英国要发生战争，跟其他国家打仗，会杀死100万人或被杀。你一定要投胎去做那个将军，那个领导人，只有你才可以，因为你发动去杀，你下一辈子换你超度他，因为你才有那个能力，所以叫做菩萨要能杀。如果别人去杀，这100万人一定要死的，但是如果别人去杀，这些人白死了，会造成世界的怨气，但是你必须承担这个任务。啊，就像人家要拿刀子杀死你儿子，一定要死的，你宁可你来杀。啊，爸爸杀你，爸爸超度你，爸爸是怀着这种很痛苦啊，这种带你众生苦而把你杀了，但是爸爸是为了度你，所以菩萨要能杀。啊，小乘是我才不要杀，杀了我有业报；大乘是我去享受这个业报来超度他。所以各位要一直升华自己的人格思想啊，所以修大乘的法器是不太容易，但是我们佛教要我们一直鼓励，因为只要这个1000万人里面有一个愿意发菩提心修大乘，不断佛种，这个世界将来就多一个佛一直延续在度众生。所以每一个佛最怕佛种断掉了。啊，所以各位，你皈依是佛弟子，这两天受菩萨就变成佛的儿子，啊，将来可以成佛，堪烧佛位，将来能够成地佛陀的不断的任务，去利益众生。所以，那这一点各位要去思维这个道理。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做佛事一轨对世界的帮助，特别现在贪嗔痴增上，大家来杀生啊，搞科技啊，搞斗争啊，各种的灾难，如果能够经常做验供施食，可以消除这些磨难噩梦，啊，自他利益都圆满。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